好、哦，油壶车来了，我是公关六喝的那113年了。9月15号，瑞芳皇家的平安道，9:20，说拍摄室。有列车通过。哎，两边都有列车。哎，我的40-24哦。应该把这叫应该是阿星的通勤超值。哎，你说要3分钟就把你。9477元块。拜拜，我的947区间快车，02次婴儿发车降压信号输，奥丁的通勤超值已经是超额微笑3分钟9万，947区间快车在路上回航了，9:21，9月15号，刚刚去吃饱之后，走过来刚好拍个207。来了，207是超光发的牛百元的树林呢，啊，三年型，是二两面左。哎，13型是二两面左，3049，哎，咱倒他一下。蓝色带新能机车，哈，207知道三方发车将没用啊，树林啊，三千是二面的，3049偏斗腾蓝色带，嗯，然后在六号你要通过血管那件麻烦，02分9月15号再见。